我们来净世咒。你是灵族血脉？就我的漂亮姑姑是这样说的，还说只要我魂魄不散，就能涅槃重生。小戏言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还有这小子。 他跳了个崖，竟得了圣元血脉，看来自古跳崖出奇遇的说法是对的。要不，我们也去跳一次。别人跳是奇遇，你跳下去，估计只能摔成一块肉饼。吕侯。 师傅，你怎么把他放出来了？他不是吕侯，介绍一下，这是被我净化过后的太虚古龙魂，叫龙一。我佛慈。